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，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、若干人类的哀乐。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锣鼓声音，那一定是某个人家乡土酬神还愿巫师的锣鼓。
看到这些地方，我方明白，我在一切作品上用各种赞美语言装饰到这条河流时，所说的话如何蠢笨。我们的船又在上滩了，不碍事，我不觉得危险，反而为你无法经验这种旅行极可惜。